一台一影车下山过弯时，车身太长，却硬烧通过强行压过双黄线上一根又一根的分向杆，开到对向车道。非经一番功夫，正太车才通过这处山弯，继续往前开。好险，对向车道没有来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到是有两三个损坏，真的是蛮危险。 实际走一趟影片中的地点，屏东三地门台24线转弯多，而且腹地小，硬车转不了弯的野店路段，转弯处山壁还有磨损痕迹。而且我们这个角度又是下坡，又是比较弯嘛，他那个角度可能没抓好，因为他可能怕撞到那边，所以他往外拉了一点点。他如果再开。 快一点！你看那个石，我觉得撞到墙壁了哦。所以他们都还是很小心。21吨以上施工机具车辆，平常不能够进入台24线管制路段，因为有工程进行，目前开放大车通行。只是加装软质分向杆，就是为了防止车辆违规越线超车发生意外，却有大车为了行驶而强行压过越线。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进行举发。 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有损坏的话，我们会请他做一个赔偿。三公处提醒，如果公务单位有特殊机具车辆要行驶，可以跟公路总局协调，有必要就会把软质分向杆拆除，由相关人员做介护交管，避免酿成意外，又得负赔偿责任，得不偿失。华视新闻中央台谢玉欣、萧雅欣，屏东报道。 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/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